偷欢 VOOVOO 吗？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Justina， 欢迎回到频道，欢迎回到今天呢，我们就搞了一个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for 我的弟弟22岁生日，生日是9号啦，然后今天是2号，然后因为刚好2号大家抽到可以一起跟他庆祝的日期，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在 Escape Bali， woo， looking like a real Bali。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有3层楼，因为我们这次会有大概50多个人呀，然后就会在这个地方 set up deco， 然后有 truck 这样子，真的不是为了拍照什么，因为他是这个吃货，我们准备了很多食物给他，而且都是他很爱吃的食物，比如说瑶瑶啊，哦，我觉得他看到瑶瑶的那个 truck 的那一瞬间，等一下我带大家去看，真的是会傻眼，他可以一个星期吃很多次的瑶瑶。这真是不是夸张了。嗨，然后我已经跟他们就是要求说，哎，我们要有多一点的 salted caramel， 因为弟弟是很喜欢吃 caramel 的。再来呢，这里呢是我们的第2辆 truck， 那就是中国串串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因为每次去巴蒂我就没有什么食物吃，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给你们吃到饱。然后这次的 deco 呢是 iPhone， Oh my god， so cute。我跟你讲，我弟弟是不属于会就是做 body 还是什么类型的，所以我们就特地给他准备了这个 set up， 他应该会吓死吧。因为我的弟弟今年是在 KL 做 donation， 他 dad， 所以呢，我父母就从槟城下来了。其实他们应该也是有去 charity 那边。Yeah, so cute， 你看他的 outfit。噔噔噔噔噔！哇，这 SK 百丽超级大，我真是差一点迷失方向。Hello， 我一直走，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了。这里呢，就是 gym area， 超级大的。然后那边就是来一个 zen area， 就是大家可以坐在那边 chill 啊什么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 SK 百丽的外观是这样子的。Oh my god， I'm so excited！ 脱一下来。好像不够好啊，你跟我比当然不够喽。Sorry， 来看一下。哇，这一整个就是。你很帅，很帅这里。妈妈，我的服装完全就是。完全就是。看我连练都有关系的好吗 ？Oh my god， 这原哇，应该吧。Have an extravaganza birthday with us. 哎，你这个照片又不懂哪里拿的。哇，还有 birthday message， 可以 S 加。这里有什么 flavor？BBQ chicken， Italiano。Italiano。东阳 chicken， 哎，东阳我吃过，超级好吃。嗯。好的 egg， 好的 egg， 哇哟，这应该是我弟弟的最爱。嗯。哇，太有心思了。哇，有在 menu 里面的这个，哇，真的是有荣幸哦！哇，谢谢 Wong's Cake 的这个卡哇伊主题的蛋糕，超漂亮的，等一下我开给大家看。现在还没有 hit 到9.99啦，他是不会走了。现在男主角已经下车了啊，走着进来。哇，来有。Special for you。看到没有？哇 ，Dream come true。哇，这个。哎，马干！爽吗？爽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人来帮我拍照。没啦，还是我的 invited guest 啦。OK， 我今天是一日 PA。跟你们说，除了可以在我基本喜欢的这个地方做 event， 这是吉比介绍我的，从此热爱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Christmas collection， 有两个包包不同的款式，有 wrapping paper， 还有我们的这个 mask。Okay， 我现在要来 unbox 我的 Molly，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耶、yeah ，我拿到了这个隐形版的这个，哇，而且是我喜欢的宝宝色，哎，开心。我们这里是有我们的 Christmas 皮，看啦，给你们看一下。哇。还有飞这个，如果你们买的话，哇，还有飞这个，还有美女这，啊，还有我们的两种的 bag， 哇 ，bag 美哦，我妹妹想做这个都 bag， OK， 这个是我们的 Christmas tree， 然后这个挖石，然后我们的 dish man， 然后还有蜡烛，安博合作的蜡烛，还有 keychain， 还有这个就是 customized alphabet 在这里，所以你可以 customize 任何的字母，有多少字？够放 B O O B O O 吗？啊！这个是我们跟你的合作的睡衣，有青色跟白色，看你想看我穿什么颜色，不要穿错。Hi。B to the rescue！ 你看，还是穿的很好看。Best dress code。喂 ，OK OK。Hello， 偷我的帽子的人。Then you will see like a pack of letters that can be customized on the sock. Happy birthday to Carrie. Everyone, thank you, Carrie. 哈哈哈哈哈！怎么变成你？知道你不知道的哈，我不知道，他也问我啦。